小易。我在拍限动，告诉大家我来，我开了。早安，各位，我是笨蛋，我真的会被自己笨死哎。大家看出来，我现在是经历了一场风波的人。大家早安，我开了，我开了，大家帮我在 Discord 之类的就是通知一下我开了，我好笨哦。Hello， 哎，我朋友现在在日本啊，他还是穿了女生和服。全部打马赛克放在官方的 IG 上面，你们怎么那么可爱？好可爱哦，超好笑哎，超好笑哎！对，我好笨哦。主角说宝宝是不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没影片美珍香，那你去买美珍香。啊，我笨哦，我真的好笨哦，好痛苦哦，戴上了痛苦面具。不知道有多少人现在已经回去，就是好好的上班，然后没有接到我开播的通知。没有，我后来去找亲戚，因为我不是说我现在是住亲戚家吗？然后我就想说，那我真的很不好意思的杀去人家上班的地方。我最后是去找亲戚拿的。戴上了痛苦的面具，我好愚蠢。我没有带出门。在房间呢。好蠢啊，最后成功的使用了钥匙。我不是，我要跟你们讲，我以前，因为我以前自己住啊，都是住套房，然后套房都是，我之前的套房是有喇叭锁或者是要自己锁的那种锁，反正就是那种。然后可是那种锁就是我如果忘记带钥匙了，我关上门的那一刻就会想到啊，我要锁门。对啊，假设我真的没有锁，然后也出门了，那我也只要等有人开铁门就可以了，就最下面的铁门。然后哎，反正呢，对，我错了，我需要一扇没有锁的门。我就是忘了房贷锁，而且我还兴高采烈买着饭，想说哈，我就快到了，我就快到了。哦哦，啊，大家早安。你们现在人也在日本吗？我的朋友现在人在日本，我要羡慕他哦，太赶了，该换电子。哎，对耶，可是这不是我家，我家换电子锁，但哎，我在基隆的时候也有忘记带钥匙过，但是好像都没有。我也是，就是去。也是去拿钥匙，但好像不多不多这样的经验。谢谢 Harry 姑姑带我去流浪，
请问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我应该要怎么样会记得带钥匙呢？好笨哦，中午好哦，不可能，把钥匙跟手机绑在一起。哈，然后我要跟大家分享，你们刚刚有些人没有第一时间进来，就是我朋友现在在日本，然后他们今天去穿和服，然后他们在路边跳了带源新那个新型病毒，而且还是有站位的版本，六人版。然后我说我想要把他们的脸打马赛克放在我的 IG 上，他们说可以，很可爱耶。我不在，我原本试图有想跟他们一起去，可是因为七月这个时间太丰富了，活动很多。新型病毒没有六人版啊，是他们自己站位而已。哦，他用的是音档版本，好可爱哦，措手不及。没有，他们的六个人就是分别是第一组看起来就很专业舞蹈老师组，第二组看起来就是跃跃欲试也很期待但是慢半拍组，第三组就是戴上痛苦面具为什么我要跟着跳组，好好笑。那他们留个 C 位把我 P 上去，哎，可以耶，我可以把我不行了，他们中间有站人了，我可以把我 P 在旁边，期待。而且我之前不是说我要去日本买那个吗 ？Uniqlo 联名 Clamp T 恤。哎，话说这个，跟你们分享一下海报，哈哈哈哈哈哈。这边，我把它贴上去了，好早，谢谢。等一下，这个好早开哦，虽然对你来说可能没有那个意思，但对我来说好像有那个意思。噔噔，到货了，酷东西，被推荐购买的酷东西。你以为是右边那个？这边这个你们可能获得不了了。哦，没关系，我也差点忘记今天有开呢。我的梦之盒，如果我右边的衣柜先开，就不会卡到啊。但是我要记得右边要先开。哈哈，大家。哦，就是因为我之前去日本的时候，不是想说我要买 Uniqlo 联名 Clamp 的 T 恤，然后结果我后来发现它七月中才出，所以我买不到。然后我就想说，哈，那我这次可以拜托他们买了，所以希望他们可以顺利帮我买到，明天开卖的样子，七月十三，为什么八单件？哦，你是说你没买到握手会是吗？结果品切不可能吧？第一天，而且 Clamp 在日本还没有那么，有啦，在日本有很红，但是红的那个热度。是常青树，但是热度还好。哎，不是，我跟你说，事情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本来今天是2点要开，然后但因为我刚刚出门买了饭，然后把自己锁在门外，然后我因为这样子晚了1个小时开，所以我才会说，你说好走开哦，我听起来有受伤的感觉，是因为我刚刚把自己锁在门外，我本来会更走开，因为有人忘了带钥匙，把自己锁在门外面哦。没 CD 买了，对啊，不，我不确定，但是目前好像是这样，都有上市前品签的记录，不要说太早哦。那个不叫做上市前品签，那个是纯粹只卖给预售，它基本上就叫做填表单开数量。啊，结果怎么开的？最后我成功找到了救援呢，这是我看过最及时的限动，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就是心很死，哎，啊，忘记带钥匙了。
那个时候发现的时候，我真的很想在外面尖叫。谢谢限动超生动，真是太好了。哎，这首歌是，哎，那些年，这首歌是那些年吧？买 CD 到门口才错愕，我立刻就要叫。我看到大门，我才发现我没有钥匙。要我吃饭了，我在这个一路上悲痛的过程中，还没吃完，但是吃了一点。下次可以请消防队破门，消防队会愿意破一般住宅的门吗？怎么能发自带音效的限动？因为我有储值啊，我有给 IG 储值，我可是 VIP 呢。秀来，快！请问你平常有在做这个业务吗？居然日文版的那些年也蛮好听的耶。没有，钥匙不用找，就是没有带出门。倩东那个是杯子蛋糕，我已经吃完了，蛮好吃的。我已经分送给各位。我应该要跟我们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呢，因为我那天不是跟马伟琳一起去做蛋糕吗？然后，哎呦，我按成大声了。就是我跟马伟琳一起去做蛋糕，然后他做的是六寸的小蛋糕，然后我做的是杯子蛋糕，因为我想说杯子蛋糕才有办法分给大家，因为我没有特别爱吃那种大蛋糕，就是还要切块什么的，很麻烦。然后我做完杯子蛋糕之后，我就跟马伟琳兴高采烈的拎着我们的蛋糕回，就是要回家。然后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就是拎着嘛，然后就一边聊天啊，一边走啊。然后我们上捷运的时候啊，马伟琳就指着我的袋子说：“你确定可以这样晃吗？你要不要看一下里面长什么样子？”然后我们一看，哇哇！我只是从我们做 DIY 的店家走出来到捷运上的过程中，我的鲜奶油已经不在蛋糕上了。我的那个杯子蛋糕的鲜奶油在盒子，反正就是它很像被大炮打过那样就对了。你们可以想象一个小小原子弹打在六颗杯子蛋糕上那种感觉，就是这种风格。然后我看到之后，我想说，这个怎么办？我原本预计要送给别人吃，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吃。然后我就说，那你的没事吗？他说一定没事啊，我刚刚很小心。你确定你的没事吗？然后他就没事啊，没事，就是看起来好像整了一点型，他的就是他本来的六寸蛋糕上面是做了一个笑脸，然后两朵花，一个眉毛这样，然后对他的眼睛鼻子嘴巴现在长得有点神奇，然后所以我们就没有拍就是给别人吃的片段，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基本上拍完好的样子只有我们看到了。整形失败版，整形失败版，没错，就是马伟琳最后那块蛋糕是整形失败版。我的动作是在装饰啊，我在撒棉花糖，就是我们要用啾啾的方式撒点棉花糖吧。姑且问问制作店家还安好吗？马伟琳摔破碗的那一刹那，我真的是直接僵在原地。我用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看着他。然后，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我一开始没有意识到是他摔破碗，就是因为那个声响蛮大声的，可是
我那时候在帮忙收桌子，然后毛雨林在那个洗餐具的地方帮忙洗碗之类的，然后我就收一收收一收桌子，然后就听到嘣一声很大声，然后原本想说，哎，是不是他们就是店员在收东西的时候不小心摔到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应该没事吧，然后我就把桌上的碗再收一收，然后送去洗手台那边，然后毛雨林就说。然后我就说哈什么，你好像要摔破碗了，那还好你没事啊，就你还好没摔破嘛。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他的洗手台，哦，是已经摔破碗了，玻璃碗，对，已经是碗城市，所以你啊，有人有找到我吗？我走一个那个啊，我走一个。神秘流派，请问有人现在找到我了吗？微微嘛，那个虽然他们不是很避讳把学校讲出来，但是因为在我们这边不会讲学校，所以我就还是会避免讲人家在哪里住哪里，学校在哪里之类的。对，所以我就在想，我下次跟他出门，我要带一个聪明的。找不到，算了，好久。可恶啊！想说礼物都买了，说，哎，哪有，做得很好，好不好？有找到一个宠物名很有老板风格的，但看开始饲养就觉得不是很有老板风格，取什么取什么？我是空岛吗？怎么找？找了一千个账号，糟糕！我这样好对不起明月哦，但我有找到明月，你叫没 get 吧？是不是？娶你干嘛？娶你带你出去陪我们做蛋糕吗？我已经在疯狂加有种那棵树的好友了。不是哎、欸，因为我的树没有，树有要开花结果你们才会看得到吧？如果是浇水的话，那有100多，一定超过各种人，各式各样的人种同一棵树啊。反正就是小四老板的风格。哎，那我偷偷跟你们说，其实有人找到了，但是他被我下了封口令。所以如果真的是我的话，基本上你们在讨论板上就可以看到已经有人找到我这件事情。他被下封口令了，所以他是不会跟你们说他找到了，他一定得装傻，不然他会被我逐出酱油门派。对啊，你的名字就是夜风明月，就是因为太好找了。我七月，我上一次直播什么7月9号吗？反正我下播的那一天，七月八号，7月8号吗？我下播那一天我就找了一下你，我想说，就你一个，就夜风明月就你一个，很明显应该是你，所以你应该。我也没有很难找吧。我要公布答案吗？你们有想继续找吗？还是要我公布答案？现在有跟你们那个确定账号的有谁啊？除了我有看到肉肉发限动。还有谁？没有，翻不了足迹哦，因为我没有浇水。面说吧，我有查，我有帮你们查一下，我查了一下叫面面的有多少人，超多的。我查了一下你们会查的关键字，然后叫面面的啊，哦，超级多。基本上 Mina 也超级多啊，你们怎么找到的？还是他一开始就讲 Mina 被人找到过？ Mina 那太明显了，一堆宠物叫面面。好吧，我的宠物也有叫面面的。假名汉字啥全部都找过了，那就是假名汉字都不对。
找什么？就是我们这个六日，这个礼拜六日要去那个夏日电玩展，然后我们会在一个手机游戏叫做 Lively Island， 叫宠物岛的摊位上面表演跟大家互动这样。然后所以大家有参加这个活动的成员现在都在玩宠物岛，所以现在很多人就是被我们逼迫的入坑了。就是需要有人通灵一下，透露一下吗？我也觉得通灵的是真的很忙。这个嘛，就是中文字，跟英文跟日文无关。然后可能，其实我不知道找到我的人怎么找到的，我忘记问了。这首歌是干青之犬的，对不对？我觉得这首歌超好听的。我上次有播过了，很像动漫歌。活动互动会需要开游戏吗？我想应该不会，我觉得应该不会哦，因为其实我们的厂商也没有要求你们一定要玩的样子。没有乔也没有奈，他搜寻要第一个字对，中间没有用。目前大家的思维都不太对，随便走逛到的。这个是运气了吧？不需要，那算了。卤豆丝，这个很棒，卤豆丝这个我有想过，煮得很棒哦，有跟上我的思路了。我本来有试图要叫卤豆丝，试图。那我来问一下，找到我的这位朋友，跟我有关。我来问一下，找到我的这位朋友，你怎么找到我的呀？你怎么找到我的？直接叫蔡雅恩。现在有人叫蔡雅恩吗？我来查查，好好奇哦。所以现在只剩我跟雨晴跟佳丽没有讲了的。我看一下有没有叫彩儿。没有叫蔡恩的。不是啊，我没有要他本人回答，我特别都用游戏了，这不是秘密吗？这不是秘密吗？不可能是很单纯很敏感，我觉得很单纯啊，甚至很单纯。没有啦，人家有用脑子哦，人家有用脑子哦。找到了，有人找到了，真的假的？你留言看看，看我确定一下，你是不是找到对的小安？就不是找到我，找到了呀。他踏入我的思考领域了，我的第二季已经开始了，叫做领域什么？领域展开了，留一期天开，快说叫啥？证明我跟你还是不熟，也不是，这也不算是不熟吧，这算是，我的跳跃思维，哇，米酒。米酒怎么了？米酒也有玩吗？火凤燎原，人家说火凤燎原超好看。嘿嘿嘿，有人找到了吗？有人找到了吗？但我发现我没有什么礼物可以送大家，就是找到我的话，我也很废的，只用了黑市的东西。哈？哭了，哈！来啦来啦，有人找到喽！
人找到了，有人找到了，糟糕！我要用那个鬼，鬼，台哥那个怎么打？那个哈，台哥那个哈怎么打？没头绪，有人找到了，有人找到了，已经有多两位留言了。啊，我看到了一个虫，一个来了来了，我来了来了。目前有找到了三位仁兄啊！啊！啊！跟你们说，我已经预计好时间去拍他了，希望我可以拍出好的白鹏作品。哒啦哒啦哒啦！你知道我那天就把这个传给。就是当初帮我做衣服的朋友跟姐姐，然后姐姐就说我很厉害，朋友很有心哦，没有舞台，没有舞台，我是不是应该给他升个舞台啊？要去哪里买舞台？是不是得上网买？有了有了，有越来越多人咯，不哭不哭不哭，眼泪是珍珠，下耳变成猪，莫名其妙在呛人，莫名其妙来我板上留言，然后被我骂。有人好奇我叫啥，我是不会告诉你的啦。哈，你的宠物感觉很高大上。我还有那个对，叫三田。因为我刚开始玩这个游戏的那一阵子，就是我非常疯那个山田君的那个时候，然后因为山田君的生日是9月21号，然后我刚刚好刷到9月21号生日的宠物，所以我的宠物就叫做亚麻达达亚马塔纳卡。请问这个某位欧乌先生，应该是刚刚那个试图要帮我开锁的那个吗？协寻失踪人口蔡雅恩，欢迎追踪 Chunana AKB48TTP。 就是虽然是有点不好意思，但请问一下，你家是有什么中毒的植物吗？就是你怎么会吃成这样？为什么你们都有点对哥哥哈。我终于知道了哥哥的职业。他想当灯塔吧？现在在玩什么？现在在玩一个游戏叫做《宠物岛》（LIVLYISLAND）。Lively Island。没有啊，哥哥，我就是通灵，就是靠一些简单的通灵手法，从你的蛛丝马迹之中、生活轨迹里面发现了。开玩笑的，你不要太惊吓。不过就是从很简单的方式知道了。这游戏我切出来跳回去都会闪退，不适合看直播玩。为了某些安全问题，还是乖一点好了。啊，恭喜有人有那个有人刷到7月28号。刷到的那一刻差点哭了出来。他还买会员呢，好扯哦！你们这些人也太早开始花钱了吧？小雨保护协会会长，你这样不行，你这个名字感觉潘志毅会自己来加你，你太把潘志毅拿捏住了。我不要念，好，我不念，我加完了。
有人来打卡了，请问这是寻宝游戏的终点站吗？你们太晚来了，太晚来没有礼物了啦，没有奖赏。谢谢好好，别说了，吻你啊！这游戏用手机有看，其实我觉得意外的是，它好像还跑得蛮那个的，就是跑的，就是需要跑的档案好像还蛮多的。哎，仓鼠君，仓鼠君，你们仓鼠君的那个，他是你们的什么将军？早就已经来我这边践踏过我的草皮了。可是你们的手机是不是跑得真的特别慢啊？我跑路人也没有那么久。哎，这个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人无法参与这个话题。反正呢，就是我们现在在玩这个宠物岛，然后宠物岛加好友呢，基本上是一定要搜寻他的名字，或者是说随机巧遇到才行。然后可是宠物岛没有聊天的功能，只有留言板功能，所以大家现在很努力的在找我，但是我没有公布我的名字。手机跑都要好久。然后接下来我记得是14号吧，14号晚上11点有一个非常非常需要氪金的活动，全部抓完就很快。对啊，那我应该已经是全部抓完了。哎，大家来我这边浇水浇一浇，我这里已经可以那个了耶，可以采收了耶！哇，我突然朋友变好多，怎么会这样？四级吗？四级。我刚刚前面讲了什么四级？好了，哦，夜风明月，你讲得很潮哦。水が、等我一下哦。说好要给夜风明月，但是他生日已经过的东西。我看一下，在哪里？哦，找到了，找到了。自由输入，生日快乐！虽然现在已经是7月12了，就当明年的生日礼物好了。耶，生日快乐！我也是找你找到快要把全部的元件下载完了。宠物大便大出来的东西就是很厉害的钻石啊！你看现在世界，大家都这么想要得到钻石，殊不知就只是他们大出来的扁扁而已。我之后可以开始收礼了，居然吗？大家会有很值钱的礼物吗？应该目前没有人比我花的多吧。叫我通灵王，谢谢。今天超级忙，我看出来了哟。我来问一下我们家宠物，没氪金没关系，真的。哎，但我后来有发现，这个游戏要玩得很爽，好像必须氪金。但是碍于我其实没有要去鼓励你们疯狂氪金这件事情，就是其实大家开心玩就可以了，真的，大家真的开心玩就可以了，请不要有压力。你已经送我四个 S， 已经给我了吗？这么快，我是可以这么开心的玩这个游戏的吗？我氪了多少吗？我现在氪了4位数。但是这个4位数不是很夸张的4位数，就还好。哦，他是给别人的。哎，不是我，什么意思啊？不是我，
好的在做大学报告。我大学报告的时候就是负责上台报告的人，就是最后上台报告的人，因为中间就没有再参与。怎么要十等才能留言？但是十等前可以加我，我看到了。大家在我这边努力的留了什么言啊？其实十等不能，对啊，他前面说很快，喵喵打卡，我晚点再慢慢回。无言，保守估计刻了两单。我都是小额小额课哎，然后还有课礼包之类的。礼包平常不贵，但我课了一个比较贵的。哇，前期的画风，好怀念哦。然后我这几天叫秋平安去看了那个 M6 跟 M7， 贝克街的亡灵跟那个迷宫十字路口，然后他说他上次听完我讲完新的电影版，需要稍微懂一点之前的一些故事之后，他就把第一集柯南捡起来看了，但我大概是没有机会让他看到剧场版了。我们之前约到的时间，他刚好都有约了，然后我感觉切谎。让他踏进那个电影院的话，千皇可能会把他杀掉。这个游戏要玩的就是抽扭蛋，然后简单一点玩法就是纸娃娃吧，换衣服，然后换小岛，然后满足大家那个抽东西想要把它集满集齐的欲望，然后再加上。可以交换一物一物，也是一种交朋友的方式。还有一种那个赌徒心态，就是我教你们一个我非常运气不好的玩法，就是他的有一个游戏是散啊，先遮一下，散步，就是你可以去幕府那里散步，然后到公园，然后到公园的话，你可以看那个。我不知道你们直接有没有这个胖胖提可的房间，胖胖提可的房间，对对对对对，啊，有些人不知道，就是胖胖提可的房间，你每天可以喂他十个免费的食物，然后他吃饱的话，他的尾巴就会摇，对，他的尾巴就会摇，哎，在第几区我不知道，如果没去过的话，然后反正对，从第八区，然后他的屁股会摇。你点它，然后它每天都会大一点点便便给你。然后我有一次，就是反正没有，我基本上都大很少，什么七个的、一个的、24个的都有。可是我有看到留言板上面有人说他中了66000，66000。但是多数中奖都是那种。几千快要万而已的，但是目前看的最大奖就是讨论版上面有人写说是66000，但我跟你说滴滴很好用，滴滴其实就是游戏币，就是就像有些游戏会有分那个嘛，出资金跟游戏币，以前的电脑游戏都是这样，然后游戏币的话就是其实你大到一定的数量之后，你可以用游戏币才换得到的高级的东西去换。真钱才能买到的东西，像我之前就有用真钱才能买到的东西去跟人家换，但是因为哦，就是这个，我的绵绵猫，这个要150000滴滴，然后我就有用游戏，我就有用真钱才买得到的东西跟他换。黑市才刚上10几万，对，黑市是每个礼拜二晚上都会更新，然后模型很好卖，因为模型基本上它会再版，但是反正就是很好换就对了。
绵绵猫的话，因为比较大型，所以是15万，一般模型都是12万左右。我一开始把自己弄成花椰菜，还能变回人吗？可以啊，要我教你还是你自己找方法？但只能买一个耶。对，就是这个，因为模型基本上一次买一个，你要再集钱，等到它下一次再摆，就是因为这样它才会很珍贵。好了，就是你把自己弄花椰菜，那个肤色是不是回不来？肤色回不来的话，要在 home 里面，在最右边吧，我看一下。脸型，就是你 home 换衣服的那个地方，按到彩妆，然后往后按到脸型，你会发现上面有一个可以选肤色的地方。昨天找到黑市，但进去缺货，是发生什么事？昨天是礼拜二吗？礼拜二还没有更新的时候吗？补货中，就是礼拜二一整天到晚上8点还是7点之前，反正它是一个神奇的数字，大概8点左右吧。在整个礼拜二到晚上8点才会，对，晚上才会开门。礼拜二的是上午跟下午是公休。好的，对 ，home 的脸型可以选肤色，黑暗组织 answer， 大家去看柯南了吗？你知道我这几天因为就是太热衷于在公司分享柯南，然后结果我导致很多很多工作人员这个六日都已经去看柯南了，然后上一次有人说就是因为柯南他要跟我再看一个。第二次就是我要看第二次，然后他要跟我一起去看，所以他就说那他想去电影院该看什么，我就说可以去看蜘蛛人，去看蜘蛛人，蜘蛛人的动画也超好看的，认真。下班要去，我上次是不是问过大家柯南的动画推哪些啊？我现在已经推了2部了，那下一个要推丘比寒的要推什么？看了，明白我的哭点了，对吧？玉安在越南看的话，是听日文吗？他的字幕会看得懂吗？哇，明月的名字好中二哦。果然是平常会玩游戏的人。我现在在帮大家浇水了。第14号猎物吗？14号猎物？哦，不是啊，第11位前锋，14号猎物。还有嘞，想问站位，不知道可不可以？好，你让我看一下。我快哭了，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后面的海报有卖吗？后面的海报绝无仅有哦，一个算是中间偏我的左边，超级一点点。可是我跟你说，7月15号人很少，那当然是最好就站中间啦。这个是。便宜有了，啊！目前一个偏小左，一个偏右。跟你们说，因为2天都有歌单，所以超乱的。等我一下。
偏心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先讲十五号的。七月十五两边都有，而且硬要说的话，其实都不算很偏。位置比较偏，而我左边的都是小左而已，这样。我的右边哦，不是你们的右边哦，你们的左边。就是硬要说的话，偏你们的左边，但是也有往你偏你们的右边的位置，但就是一点点这样。楼下又要夜排了啊！你的楼下是你自己，合理。自己挖坑自己跳，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然后算中间，然后我的左边，我的左边。现在都还没搞清楚两天要表演的歌。那第二天偏左边，我的左边，你们的右边。当然最好就是站中间，差不多，就是不要到很偏哦，不要站到很偏，不然会后悔哦。一点点的话，这样可以吗？所以第一天是你们的，第一天是你们的左边，第二天是你们的右边，这样是不是？是吧？我刚是这样讲的吗？先左再右，那就一点点就好。因为人很少，所以应该不会偏到很那个。已经会到后悔了吗？就微偏而已啊。但是当天如果发现我们站位拉很大，也不可怪我，就是我们没有看过电玩展的舞台有多大，所以如果舞台很大的话，我们自然就会偏很多。舞台感觉不小，那我们没有站过他们的舞台，我们不知道啊。我们本来中间的距离就是看舞台大小去拉的，对吧？主舞台范围很大，那就再多偏一点。但是大家要想，就是我们这一次一起出去的人，我其实已经算是。
我站的位置应该算是还算中间，虽然不到正中间。请将舞台五等份由左至右，一到五，我在哪？我在表演前还有直播吗？哎，没有了耶。第一首歌应该是偏。你们的右边一到五分五格的话，应该是一的程度吧，右你们的右一，然后第二首歌应该是你们。看起来的
们的左，第二天你们的右，对，没错。但是呢，其实大家如果当天真的发现有一点距离的话，我觉得大家也可以专心看表演，对吧？你们觉得怎么样？如果用肉眼可以专心看表演，用相机就有点距离的话，没有办法，自己没有拍出很满意的说吧看美啦的话，就可以专心看我，是专心看我。你不要逼我破你家的门哦。怎样？哎、欸，还专心看别人，这就是推太多，推太多就这么爽。来吧，还来吧？哎、欸，你们害我，你们突然让我好友加太多，我现在已经27等了耶。破门，对啊，这样子就不怕没带钥匙喽。大家现在要存一点金币，可以买福袋。但是没有砸钱的人好像不需要存钱买福袋，因为买福袋感觉是给有钱人玩的游戏。这句话讲起来很心酸，但是是真的。加好友可以加金链子，不是加好友的话才可以去别人家摘果实。就是都可以浇水，但是如果对方的果实已经结果了的话，你要加好友才可以摘。然后所以我基本上就是都只会先浇好友的水，浇好友的水浇越多经验值就越多。那你们会有结果吗？你们就多浇点水咯，再看看有没有机会。多浇点水咯。那我还浇一堆陌生人的水，浇陌生人的水也会有经验值，只是对方如果有果实的话你分不到根而已。你可以勇敢的加他，而且我感觉卢卡看起来就有氪，是没有不知道他氪多少。哎、欸，但是他的头饰好可爱哦。游戏时间啊，卢卡那一堆人送了，好，所以是阿叶吗？我看一下他用的头是什么，我也可以去抽。啊啊，我知道了，就是我想抽的那个双马尾，好吧，那没关系，我自己抽，我自己抽，我现在就抽，哎，来来来来，我现在就抽，我现在就抽。看一下声音，哎、欸，这其实跟双马尾有异曲同工之妙吧？双马尾的感觉，双胡子，谢谢大家，大概是双马尾的感觉，就是双，严格来说是双马尾的感觉吧。听到我的心愿了，就只是差了一点点而已。
我抽了三个十连，没有 SR， 不要找我。哎、欸，我上次抽十连没有 SR， 但是有四个 R， 然后再下一抽就中 SR 了，所以不知道算是幸运还是也有点不幸。不要啦，大家玩游戏自己玩开心就好了，千万不要为了我花钱，千万不要为了我花钱。那 我看看，因为我的心愿清单基本上都是绝版品比较多。忘了有个问题 ，Home 有没有连线？插在哪里？没有插。然后 Home 有没有连线的那个按键，感觉比较像是别的游戏里面的隐藏界面那种按键，你知道吗？就是不连心的时候，你不能按任何动作，这样就是没有隐藏所有界面的样子。可是连心的话，在活动上面会有用，就是连心是一个，它有点像是一个特殊名词。然后在买福袋的时候，你买爆很多福袋的状况下，它就会有给你一张连心卡，然后它就是号称这个商店的店长会直接跟你连心对话，然后让你选择你想要的道具。对，这个怎么一回事？不能出招，差不多的意思。怎么跟我连心啊？我已经跟我们的 home 连心了，就没有多余的空位可以跟你连心了，抱歉。我没有多的空位哦，一定要跟，对，甜心卡。哎，你们知道今天有卖那个吗？三六二抱枕。因为我朋友在早上在麦当劳站了很久，然后纠结到底要买什么。结果在他纠结的过程中，最后只剩下美乐蒂，然后他就买了。明明他是库洛米派的，艾兰身上。还有大鼠大杯可以选择吗？没有大鼠了，没有大鼠大杯，大鼠帮你装在那个麦克鸡块的盒子里可以吗？一次可以买两种啊！啊，他就在纠结没。我已经有了吧？没有，我没有打算买那个抱枕。大厨大杯，我来看一下我想要什么。嘿嘿嘿嘿，我戴上胡子给大家看看好了，欢迎大家来找我，我很美观。有人问摊位应援是一天还是两天？官网跟 FB， 官网跟 FB 不一样。你说我们官网的资讯跟对方 FB 不一样吗？是吗？跟那个夏日电玩展的 FB 不一样是吗？基本上好像都会去摊位的样子哦。我来看一下我们官网写了什么。第十一位前锋，春日之歌。FB 夏日什么时候发的呀？哈哈，上个礼拜夏日。诶，在哪？哦，看到了。有必看的，有啊，贝克街的亡灵，迷宫的十字路口，以上 M 六跟 M 七的样子，签名会
舞台时间，摊位应援13:30到14:30。有人问在台湾应援是一天还是两天？哦，应该两天都会有的样子。可是实际上待多久跟几什么时候才到都不确定。我们这边收到的资讯是确定15号会去摊位，然后16号的话时间没有确定，但如果可以的话会去摊位，这样的概念。这样是不是有点那个，反正15号一定会有摊位啊，但是16号就看状况，因为我有看到官方上面是有写有的。看一下我不能安排其他事情，可以安排晚一点啊，你安排个3-4点，我们一定不在现场了啊。三点半，官方两天都写有，但你就安排事情写3:30、4点之类的就没事。你的时间一天有24小时哎、欸。犹豫是魔鬼，还想去看演唱会哦？几点？舞台与台时间不能配合。舞台剧时间不能配合我，确实，确实不行。那不然你就只能放弃摊位了。刚好可以去凯道晒太阳啊！这凯道周日有活动是吗？我跟你说啊，睡觉啊，是在哪里都可以睡的，只要你有心。在哪里都可以入眠。谢谢布娃姐姐带我们去牛腩，贝克街一定要看。然后刚刚有人推荐那个14号猎物，粉丝推荐的。你让我看一下柯南电影版。其实哦，我还推，我不知道唐红的恋歌比较看个人，但因为唐红的恋歌很甜。恋爱部分很甜，然后因为我是跟我的同学去看，然后我们两个觉得很棒。但我不知道女生看起来的观感可能又跟男生看起来不一样，所以我不知道。我喜欢那个，我再问一次，那个柯南掉出去记得飞下去救他，那个是银翼的奇术师还是石寂寞的魔术师呢？这两个名字我没有办法搞清楚哪一部在演哪一部。天空的解答团，我上个礼拜也问了一样的问题，天空的解答团也可以去看。完全不是我刚讲的。我也想看一下《大雄与天空的理想乡》，但是公关场的时间我对不上，所以欢迎大家去看一下。傻眼。哎，那个谁，《天空的劫难团》的主线就是基德为主线，然后所以故事就是比较像怪盗的故事。但我很爱基德跟柯南的情谊，所以这一部我觉得也蛮好看的。可是他的那个推理成分，跟柯南本身的剧情成分就比较没有那么重，因为基德他本来其实就是非主线。青松刚昌自己也有说，基德前期插入主线太多了，所以后期的话基德不会再插进主线里面。可是就是反正我如果喜欢基德的话蛮好看的。迷宫的十字路口是好看的，就是我刚刚讲的 M6 跟 M7， 这是我觉得是顶端 top。结尾好几次都很扯，可是近年来的我都觉得不好看。唐红的恋歌，
推，然后其他的还好。哎，我真的很生气，总集篇真的是最近才做的，我就是被那个总集篇骗的。绯色的不在场证明，我就是很生气啊，就是浪费，被骗进去电影院看，气死了。是寂寞的魔术师，引爆摩天大楼是推理元素最多的，因为它是第一集。就是我跟你们说，柯南的电影版是这样子的，就是他们本来电影版它就是一个最一开始当然是想要像名侦探柯南嘛，可是因为后来发现柯南的这个电影版的时间轴不可以跟本传撞在一起，然后所以他们就变成把电影版有点用成番外的感觉，或者是平行正在发生的事情那种感觉，然后尽量不会影响到主线故事，可是就变成说啊，以前的小兰真的很有用哎，现在到底怎么了？好，不重要，我就是在看人家剪辑，以前的小兰真的很有用，所以后来就变成尽量不能影响到主线，所以后面的故事要不就是要非常的浮夸、夸张、超乎常理，才有办法持续下去。因为要短时间内自己进行一个故事的电影，其实还是蛮不简单的吧，就是这么一回事。对啊，因为要是影响到主线会拉不回来哦。以前真的是新兰的故事琢磨的比较多哎。谢谢阿捧捧的玫瑰花，现在还有用啊！小兰这次还打坏东西，小兰今年这一集有用，去年那一集可以说是完全不需要出现。这次黑铁会不会影响主线？我觉得心情上有影响。我觉得心情上有影响，就是说不定它后面是没有影响，但是我觉得在对观众来说，想要推理出一点所以然的话是有影响的，就是看你对那个猜犯人的那个参与感有多少。对对对，引爆摩天大楼是应该就是蔡红线的那一部吧？百货公司蔡红线吗？哦，好吧，如果他新兰的部分再多琢磨一点，我觉得新兰党多一点是合理的。但没办法，我近年来被小哀的那份独自一个人的战斗给感动了。自从出现金吉真之后，小兰的武力越来越薄弱。没有，小兰基本上已经是在靠莫名其妙的勇气战斗了。剧场版的酒厂成员几乎都是抛弃式免洗坏，我真的觉得很惨，就是硬要给人家有点什么，然后还要在剧场版里面加说哇他有多厉害啊，之前怎样怎样啊，都在做什么啊，是推心置腹的一个这个成员啊，但是谁都不知道他啊，非常的神秘啊，然后突然之间他就是出现了，然后他就再也不会出现了。就是我觉得黑衣组织下次可以不要再走一模一样的套路了吗？很惨哎。比较想知道怎么可以站在火灾现场推理五分钟。他在夏威夷学的。哎，等一下，这个是刚刚前面的留言吗？这个茶，两杯茶留言。哎，这个是前面一个小时的留言吗？这个就是我真的没有在意，而且我刚刚有解释一下我为什么会这样说。怎么会，而且他的留言完全一模一样哎，时空旅人还是浪 life 的问题啊。这首歌好听，鲁班三世好看，这个我有看鲁班三世，但是我没有在电影院看，我也是 MOD 补起来的。突然出现的好基友，酒喝完就没了。哎，可是还是有很多人看完这一次之后，就是
评价没有到特别好哎。还有人说万圣节西塘比较好看，傻眼。啊，刚有啦，我有看到，而且我有跟你说，我没有在意，我在开玩笑，是因为我不小心忘记带钥匙，我晚开了一个小时，所以我想说，我确实本来应该会更早开的。刚淋雨到饭店啊，大家今天也变成落汤鸡了吗？今天哎，请问中南部也有下这么大吗？今天还天打雷劈，闪电交加，咻咻咻蹦哎！而且我们前几天在公司，然后就反正我们在会议室里面，然后结果就是讲我们讲话讲一讲，然后外面我们不是一个落地窗吗？然后就突然有一只鸟直线往下掉，然后下一秒就有一个闪电。可是我们在想，那个闪电到底跟那只鸟有没有关系？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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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哥拜拜。什么胶啊胶啊吧，闪电！哎，为什么南部可以很热啊？不对，北部也很热啦。我是说，为什么南部可以是好天气啊？最近北部的天气已经热到体感有40几度了耶。南部反正很热。我们就在猜他是不是被击中了，好害怕哦！南部日常，只有北部是坏天气吧？北部好像不是都有下雨的样子，没事就好，没事没事，都要融化了。这几天的北部也是，而且因为台北下雨，所以就是超潮湿、超闷热、超黏、超恶心，反正就很不舒服。欸，我还没有把我的胡子装上去，让我来撤掉。我身上有什么东西可以不要装？我的配件太多了。好，我先放下我的手套。可爱吧？这个无法对焦，但我好像还蛮潮的。真的吗？下雨明明就还是很湿，羽毛太湿坠机哦，也有可能哎，因为我们看它是斜着这样子，直接 一路往下掉下去。哇，真好看，讲的我都尴尬。有胡子一定是正妹吧？他看起来不像是冲去，他的速度，他的手是这样，嘿嘿。可是他先从看不到我的地方就开始往下掉，哎，他不是飞过来看到我才往下掉的。可以看我的笑颜，对啦，在这里，是不是太小了看不到？哎，而且你看，没有想到我梦之河的那个照片都不发，为了用在这种时候。哒哒哒啊！哎，这首歌好适合快到基德哦。在小哀的剧情很多之前，我真的是妥妥的基德派。哎，我前几天把基德的一个什么东西收去哪里？对，妥妥的基德派。我没有欠，我又没有说我要发，对吧？我没有说我要发就不算是欠。我刚才说就是要欠的多，你们才会就是在我这里留着不走。有吗？梦之河说有要发吗？真的假的？我有要发梦之盒。椅背上的一坨是这个。阿萨米库，托塔耶达多斯蒂莫，新吉德，沙西达斯。
的企划都算万追吧。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本来设计的万追企划其实已经泡汤了，就是做不出来。不是因为我没有去做，是因为做不出来，就是成品很糟，所以我们就放弃。然后事后试图用其他东西去弥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觉得基德的声音很好听，虽然他跟新一的声音，我记得配音是同一个人吧？是不是？基德。但是老板不是配音，哎，为什么卡住了？哎，宕机哦！啊，啊，什么意思？他把我切割呢？为什么？我怎么被切割了？这个我只是在查基德而已，基德配音。不是啦，是因为都是三口盛平的吧？对啊，都是三口盛平，工藤新一跟黑羽快斗的声音。可是我觉得黑羽快斗的声音比较好听。新一，我新一真的是一路无感到大，就是我从小时候对新一。就没兴趣，可是说真的，新一有符合我觉得我喜欢男生屁屁的，可是黑羽也屁屁的。我跟你说，就是黑羽没有办法叫黑羽，是因为我认识一个叫黑羽的人，所以叫黑羽的时候，脑中出现的脸不是黑羽快斗，感觉有点不舒服。怪盗基德也是符合屁屁的感觉，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喜欢新一。频次有点太直男了，我不喜欢。他，我感觉荷叶脾气很好。如果频次我真实世界中认识的话，我可能会忍不住想要撵他。基德第一代不一样，基德一开始的配音吗？黑羽比较温柔，因为新一看过太多实体，感觉到囧，是吗？但是我觉得新一的声音比较尖一点点，荷叶情商真的超高。如果是荷叶的话，我真的没有办法，频次可能会死在我手里。他就会发现他在破解的所有案件都是我一手造成的。为什么？我就是希望他会死在这些案件里面。好凶，抱歉。听起来好可怕，而且我觉得那个黑羽快斗非常的，可以说是非常的渣吧，好凶好爱。高高，对不起，又让你听到了一个平常我不会讲的话。高高，我平常不是这样的。的时候随便说说而已，就是讲话嘴硬，平常没有。到时候就知道了哈。但是我唯一不能接受的就是那个黑羽快斗的设定非常非常的色，他非常非常的色，但是在本传里面。本传里面好像也没有到这个程度啊，不知道为什么在基德的这个设定里面他超色，色到也莫名其妙。没错没错，温柔婉约，我这个最可以形容我的词汇就是温良恭俭让。上大学的时候肯定是要这样说的吧，就是面试的
时候就是要跟教授说，那个我觉得最能够形容我的语汇就是温良恭俭让。那其实我对这个科系也是非常的有兴趣，自己也稍稍的在碰一点，希望教授可以教育我更多的专业知识，也希望我有机会可以代表我们的学校出去比赛，或者是拿到更多的殊荣。我非常愿意为我们的大学付出，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大学的环境。录取。欸，通常这样说的都我录取了。欸，我那个时候真的是把学校捧得哇哦，就是我把学校的树木也捧了一遍，学校环境、学校厕所、学校的人文、学校的风情、学校的校训跟这个科系的一些职业，我全部都捧了一遍。嗯，现在想想真的是我真会捧。我一向是温良俭让，公浪呢？没有公，不浪。但是这个青梅竹马的部分，其实我也不是不吃的哦，快青我就吃，就是我没有吃新兰而已。你看起来就没有。这恭敬，恭敬在哪？公浪要看对方是谁。温算是比以前温很多啦。我现在毕业之后回去看，都觉得我当初怎么可以讲得出这种屁话。没有，我甄选的时候没有，我甄选说的很棒，我现在都还是这样觉得。欸，我甄选的时候好像只是说我为什么想当偶像，只是因为我想要让大家看见我的时候都会散发出发自内心的笑容吧。然后我希望世界上可以有更多的人充满笑容。然后之前甄选有一次的课题是说，如果有魔法的话，想要什么样的魔法？我想要的魔法就是，我想要让大家看到我就会笑，就是这是一种魔法，就是想要大家看到我就会变得开心。哎，所以基本上我甄选的是搞笑艺人。纠结了，嫉妒的情绪、贪婪的情绪都在里面。对，效果满分啊！有成功吧，有成功吧，搞笑艺人的部分。甄选还年纪小，还没社会化吧？欸，其实我觉得还好欸。我的思考逻辑一直都蛮近的，但是当然小时候还是在幼稚一点。可是我觉得我以前就很善于假装很成熟，就是我觉得我从以前就会一直假装我自己很成熟，就是想法或说出来的话，但其实没有，就是其实内心是一个蛮幼稚也蛮任性的人。现在翻翻我的小笔，让我想我。其实也没有真的成熟，我觉得就是我是知道哪些话讲出来是成熟的而已，这样子。这是夜火的向日葵的歌，哎，夜火的向日葵的基德算帅吗？好像还行。零的执行人就是那个飞车的那一集，对不对？国家，看一下，安室透国家，我的恋人是
啊，他说僕の恋人はこの国さ。对，林的执行人哦，如果喜欢安室透的话，也可以去看林的执行人，就是那一集让他成为了整个日本都在疯的百万票房的帅哥。肉肉限动那个网站叫什么名字啊 ？Lively Island。宠物岛手机游戏，我们现在六日要一起玩的游戏，不是六日要一起玩，六日我们会站台的游戏，没有一起玩。别人是国民老公，他是日本国老公。那一年之后，柯南的周边都变得很好看。哎，我觉得基德跟守护甜心的基德二选一，当然是基德。哎，快点！这种二选一，我觉得好好玩，快，一定是基斗，基斗在我心中的占比还是太高了，我太喜欢这种会偷偷进入小学四年级女生房间的高中男生了，太喜欢了，让人非常的心动啊！就是一个国小四五年级的女生回到家的时候，打开被窝，发现有一个高中一年级的男性躺在你的床上，然后非常妩媚的告诉你一起睡吧的那种感觉。哇，这种男性真是太优质了。记得必须赢吧。跟你们说，这样是有市场的。他最后真的获得了这个女生的芳心。基斗跟小哀都急，一个是我老婆。基斗跟小哀能比吗？基斗跟小哀，小哀不会爱我，我很确定。基斗不一定，可能基斗跟小哀，怎么办？我想保护灰原哀，但是我好小爱好了。警察最近，哎，请问一下，刚刚那个欧先生还在吗？最近有缺业绩吗？这段 OK 吧？欢迎大家打给欧先生啊，他应该现在很需要跟你们说说话。你记得你刚刚跟高高说什么吗？温良恭俭让，我很温柔，贤惠端庄，谦虚节俭，转让，转让什么转让？优雅，我好完美哦！我也是这样觉得，很温柔，但需要激动。但是我觉得整部作品里，我最喜欢的不是激动，哎，《守护甜心》里我最喜欢的是萨彦，别无他人，就是我喜欢这种可以带着我有。带着我有能量的人，基斗不是这种风格。天哪，高高有人叫小高高，哎，荒凉温凉都转浪。说得很好，我也是觉得，就是我觉得整部作品里最棒的就是萨彦，那是因为我觉得萨彦这种个性的人，对于是不是不知道萨彦是谁，就是他对长头发男孩是真棒了。其实还好，我对现实世界中的长头发男生有心动过吗？古风会，古风的男生可以，但是现实世界长发的好像还好。对，能当女装的人，然后他最后是跟平衡超平衡林墨，他最后是跟林墨，但是就是因为林墨他是一个很封闭自己的人，然后就很闷骚，然后很多事情都不愿意说出来，但是他一直在期待有人可以拯救他，所以他才会就是这么喜欢亚梦。
同时喜欢也崇拜着他，所以就是萨彦想要拯救这样子的他，然后甚至就是他就问了说，哦，我觉得很棒，因为萨彦跟他讲说，就是在你的故事里，难道我不行吗？我不能成为你故事里的主角吗？但因为我的个性好像不太需要那样子的人，虽然我是蛮喜欢那样子的人，但目前我的生活中没有那样的人出现过。可能我看起来不需要拯救。林墨很可爱，我也喜欢林墨。守护甜心里面几乎是所有角色都很让人喜欢。好心动哦，我觉得沙耶很棒。然后我小时候喜欢的是空海类型的，空海就是笨蛋智障阳光大男孩，就是那种没有情商的笨蛋蠢直男，但是很阳光，也就是运动神经很好，很阳光，然后总是面对所有事情都可以死脑筋的开怀大笑的那种人。但我觉得长大之后，可能这样的人出现在我身边，我真的是会忍不住翻120个白眼这样子。虽然会觉得他是一个很棒的人，但是太热血笨蛋了，我觉得我可不行。可能觉得对你这么说的结果会被拒绝暴打。对，热血笨蛋，我小时候超喜欢热血笨蛋，不知道为什么。现在长大之后发现热血可以，笨蛋不行。鸣人前期也是热血笨蛋派，我从来没有喜欢过鸣人。而且我一直不懂鸣人为什么会跟楚天在一起，虽然没有不好啦。再来，残酷二选一，再来一点残酷二选一，有没有什么是哪边不懂？就是怎么说呢？因为鸣人给我的感觉其实一直很大啦啦，就是从以前到现在的个性就很大啦啦，然后从以前到现在小时候也没有在恋爱方面太觉醒过，所以他到后期跟雏田结婚之后是一个很互相，他们互相的那种情感其实有点像互相很尊敬彼此，就是非常的让对方一步那种感觉，很不像鸣人会营造出来的感觉。对，相敬如宾，对，相敬如宾。就我觉得，感觉应该鸣人应该会是跟相处的非常非常自在的人在一起的感觉。小狼跟基德选小狼。我比较不能理解小樱喜欢佐助，小樱喜欢佐助其实就是小女生喜欢那种坏坏男，或者是说他其实一开始不是坏坏，就是超级聪明那种人吧，就是闪闪发亮的人。我觉得佐助一直到后来都很闪闪发亮啊，就是他很厉害。小樱之前就只是望着他们的背影，觉得他们很厉害。对，一开始是崇拜强者，然后再来就是其实佐助后期是有蛮温柔的啦。小樱喜欢佐助我还比较能理解，因为崇拜强者这是一个没有办法控制的心态，是真的。而且可能他就真的很帅，你看世界上喜欢帅哥的女生跟喜欢正妹的男生有那么多，就纯粹看脸的有多少。小狼跟小狼义，李小狼，雪兔跟桃矢，小狼跟大狼，请问大狼是谁啊？小狼跟大狗肯定是李小狼啊。有人说，哇，你爱的人跟爱你的人，爱我的人，蔡恩跟面面吗？你的理解上这两者的差异是尼克跟基斗吗？基斗，我喜欢有音乐天赋的男生。基斗好歹可以拉小提琴给我听，尼克可以干嘛？尼克可以卖冰棒。雏田倒追耶，对啊，就是，但是因为雏田真的是太害羞了啦，而且我觉得
我觉得后来很多读者有点偏颇，就是搞得雏田的优点有点渺小。很多读者一直说雏田的优点就是他有一个很棒的天赋，可是我觉得这个超级物化人家的。雏田的个性其实也很不错啦，但是他不是我会喜欢的样子。老大跟阿弟，老大爱我，不对，应该不能这么说。阿弟会无条件的爱我，确实。然后，那不然这样好了，我爱老大，阿弟爱我，然后老大爱阿弟好了，不用选。但阿弟确实无条件的在爱我。很棒的天赋，我没有这么说。天赋是事实，对，很胸广的，对，很不是胸广，很宽阔的胸怀。很多，我觉得很多那个读者都把它弄得很物化，所以我就觉得很微妙。面妈跟面爸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棒的选择题。面妈跟面爸的话，我就问我回答哪一个会被打得比较不惨。雏田确实不渺小，他一直看着鸣人。沈梦龙之间有个大贵，绝对是有刚大贵，不能比，抱歉了。有刚大贵没有人可以比。对， Lively Island 要持有两个以上才能赠送哦，只有一个的话就是什么都不能做，只能拿来自用。对，爱意。啊，抽到双马尾了，该不会是氪金了吧？但是我觉得很心疼零次。不要啦，你们就存着钱啦，没有关系，存着就好。真的，本来我自己可以抽到，我可以抽。还有谁可以选择？哦 ，Jump 的话，我喜欢的，我最推是有刚，然后第二推是中岛。很意外是没有山田哦，而且山田的周边出来，我也是不会买那种哦。我是先从山田洋介认识 Jump 的，没错，因为金田一。但是我从始至终都是最喜欢有刚大贵，虽然是因为山田洋介入坑的，抱歉，再说一次，就是山田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相信山田洋介本人非常热切这件事情，因为山田洋介真的是，我跟你们说，虽然我不推山田洋介，但是山田洋介真的是我最敬佩的偶像，没有之一，因为山田是。老实说，他是一个有颜、会跳舞、又会唱歌、又很努力，然后个性又很好的一个偶像。先不问我们看不到的地方，至少我们看到的地方，他真的很完美。但是他完全是贯彻着一个没有团体、没有我的心情在做每一件事情，就是对，还会打游戏，就是他完全不会，就是所有东西是绝对以。团体为出发点，而且老实说啊，现在就是一个看脸的时代，再加上他其实又很会演戏，所以他有好几次个人出道的机会，个人出单曲，个人出 MV， 个人跑活动等等的，但是他却至始至终死都要抓着 Jump 一起。就是其实我觉得他只要想要，完全就是可以个人出道，个人爆红，个人领流，然后就是把所有的流量往自己身上挤的人，但是他不要，而且他是很生气的不要，就是他是拒绝的那种，他是会说他才不要，为什么要？就是如果没有 Jump 就没有我，所以我为什么要一个人的那种感觉，所以我真的是超级敬佩，因为我觉得当偶像
十之八九一定会想要希望自己可以是很红很人气的，很比人家很还要厉害的什么的，但是我觉得他完全是把团体放得比他自己还要优先的。而且 Jump 其实也经历过蛮多的小小的风波，然后对于成员他是绝对的很保护，而且就是之前发生一点点小小的事情，就是反正有成员退团，但是他的理由就是有些人可以接受，有些人就不是非常的接受这样子。那包含成员之间刚开始知道他要离开团体的时候，一定都是有一点点反弹的，因为如果可以，谁会希望团体里面再失去人？因为他们 Jump 第一个失去的人，原因是因为年纪小，他未成年被拍到了不好的照片，就是违法的照片。但日本的未成年法律比较严，不能喝酒，不能抽烟等等的。然后他算是很前期刚出道就被冷冻，然后就退团了这样子。那所以大家对 Jump 来说，其实失去一个成员这件事情是很受伤的，因为他们在刚出道的前期就面临了这个明明很像是人家出道好几年才会遇到的事情，所以对大家来说是一个痛，所以他们很坚持九人九色这件事，就是希望再也不要少人。然后但反正就发生这件事情了，那个成员要退团的时候，很多人不理解，而且山田也有很明显的表现出他非常的不爽，真的很不悦，不悦到哭出来的程度。然后但我觉得很多事情是演不出来的，就是那种真心是演不出来的，因为团体失去了一个人的愤怒跟难过，我觉得超级超级心疼的耶。就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反正就是我真的是太敬佩这个人，就是山田洋介绝对是偶像，让人非常崇拜的一个人，但是我没有推山田，但我很喜欢他，对，偶像中的偶像，而且就是他真的很可爱，他小时候也是非常麻吉妹的人，就是之前就有前辈他就有说他很喜是他传授别人，还是好像是别人传授他吧？就是草莓牛奶事件，就是他说一个王道型的偶像要回答自己最喜欢的食那个甜最喜欢的水果跟甜点是什么，一定要回草莓或草莓牛奶，因为通常这样子的那个反差感非常的圈粉。然后我记得这个是有关山田洋介，不知道山田洋介讲的还是前辈跟山田洋介讲的。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个超好笑，对，男的也是，就是杰尼斯那边来的，只要讲你喜欢草莓或草莓牛奶，就会有一堆妹妹们迷妹们就会，天哪，我的偶像也太可爱了吗，啊，怎么可以这么有少女力，哦，怎么办，我想娶她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很合理，真的。男偶像说自己很喜欢草莓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呀掰可爱之类的，所以他最喜欢的东西就是草莓牛奶，草莓。从他身上学到很多偶像需要学会的东西，而且他也很怎么说呢？我觉得他有时候情商很高，情商也很低啦。就是他对于粉丝的犯法非常的努力，然后也很不愿意欺骗粉丝的那种感觉，就是。说有点笨，就是有的时候他的行为反而害到他自己，可是就是他很真诚，虽然有时候不是好，但是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这样。草莓大福也可以吗？草莓大福应该可以哦。迷妹很吃，没错，反正我就觉得这个真的太聪明，而且太好笑了，从他们嘴里讲出来真的太好笑了。然后第二喜欢的是中岛裕翔，虽然一开始是因为嗑 CP 喜欢的，但是就是中岛 Jump 里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点，就是我觉得算是蛮痛彻心扉的一件事情，就是跳跳一开始出道的时候，杰尼斯的团体跟48系不一样，他们就是固定团，然后每一个人的应援色基本上也不太会改，然后以前有一个算是一个潜规则，就是每一个团体的 center 一定会是红色，前期啦，前期的杰尼斯团，
所以一开始他们都会先决定这个团出来 center 是谁，主推是谁。那最一开始 Heisei Jump 一出来的主推 center 其实是中岛裕翔，然后但现在是山田凉介。然后我们先不论到底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迷妹之间有很多的版本，那当然就是反正不争的事实就是现在其实 center 是山田凉介，他的代表色也是红色，那中岛裕翔的代表色就变成蓝色。那我觉得哦，红色会交换，有交换，所以就是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很痛苦，就是对于偶像本身很痛苦。怎么说呢，就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的话，我觉得 我可能会一辈子过不去，我会很难过，然后我可能甚至会有点逃避那个人。然后但是想当然一定是有多多少少影响到他们的感情。那他们中间真的有发生一段吵架的时期，可是具体来说他们自己说不是因为这件事情，那差不多发生在同一个时间线，但是那段时间就是他们关系很好。然后小男生他们这个有点好笑，跟大家科普一下，他就说他们吵架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小男生就是都会玩在一起，然后小时候就很屁，就是男生跟男生之间那种国中高中会玩一些可能互相捏对方的游戏，无论是打对方的比较会痛的身体器官也好，或者是去捏一些比较不该捏的身体器官也好，反正就是他们小时候会玩这个游戏。然后结果有一次就是真的互相弄到很对方很痛很生气之后就翻脸，然后就有一段时间就真的大吵架。可是后来因为毕竟他们其实杰尼斯的团体是几乎是永久性的，就是如果非必要或非意外不太会解散或离团这样子，基本上杰尼斯以前是铁饭碗，就是以前是一辈子的才对。然后所以他们就是必须要共事嘛，那当然就是还是相处了很多的时间，然后一起长大之后算是有一天心结就开了，然后他们现在的关系也很好。所以我觉得就是无论如何能够走过去这一关的人我都很佩服中岛裕翔。然后再加上中岛裕翔是我看过最暖的偶像，他的暖跟山田凉介那种暖不一样，他几乎是现场看过无论你推谁都会喜欢上他的那种程度，就是已经当偶像这么多年了，2007年出道到现在，然后他在每一场演唱会上绝对都是最活力的那种，而且就是他真的他给的回应都超棒的，就是他是那种犯傻很神的人，然后就是在演唱会上也会蹦蹦跳的那一种。就是其实我觉得很多偶像团体久了以后一定会变成一个很 top 级的样子，所谓 top 级的样子就是跳舞动作不会特别大，很标准，很点到，很卡点，然后很好看，可是不会让人感觉到他超卖力超努力超活泼超有能量那种感觉。但是中岛裕翔是一个都已经出道这么多年但是我无时无刻都觉得他超有能量的人，然后对他台控的时候也超可爱，就一直跳跳跳，然后讲话也是跳跳跳跳跳。然后我很感动的一个点就是他连练习室的杰尼斯的练习影片其实以前是不会发出来的，毕竟他们是一个很封闭的传统的偶像公司，然后算是近期有发一些以前的练习影片，所以他们在拍摄的当下一定是已经习惯会拍影片，甚至是觉得那支影片可能就佛公司佛自己就是不会发出来的状况。我是这样子假设的啦，因为他发出来后这支影片可能已经是那首歌出来4-5年以后了，就是他最一开始的原因绝对不是为了要佛放在 YouTube 上，可是他在影片里超嗨的，就是他在跟团员们一起相处的时候他也是很输出能量的人，就是会在练习室里乱叫乱跳，然后一边练习唱一边，其实我们一开始播音乐跳舞很少人会唱出来，但是就是中岛裕翔是那种大
唱的程度，他大唱也不是认真唱，他就是叫出来，超可爱的。然后就是让大家让他身边的成员会心一笑，然后大家都跳得很有活，就被他影响得很有活力这样。所以我超级喜欢他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不停的在散发自身能量给大家的人。而且就是老实说，对我来说，他也是一个经历过阴影的人。就是像 center 这件事被换掉，我觉得这是痛，这真是很痛。那甚至可能会影响到一个人后来的个性发展，毕竟那个时候年纪很小。所以我真的太佩服他了。对，就这样。没有，还有一个点就是他很帅，但是我本身不是吃颜，不重颜，就我不重脸。对，内心非常强大的一个人，就是太喜欢中岛裕翔了。然后还有谁？但虽然最喜欢有冈大贵，但有冈大贵的优点可能就没有那么多。喜欢有冈，就是我追星不是比较肤浅的追星，就是可能有很多人喜欢普通的喜欢一个当路人粉的原因，是因为他可能很帅，跳舞很好看，很有魅力这样子。但是我通常都会喜欢个性才会去喜欢一个偶像。有冈大贵的话，基本上就是可能就是胖了点跟丑了点吧，所以我很喜欢。不是开玩笑，自己的就是他很温柔，然后又有点小中二，然后但是我觉得我不知道，这真的是一种感动。就是我跟你们说，我很喜欢声音很干净、很清澈、很空灵的人。然后有冈大贵的声音是非常，他可以说是甜诶，可以讲到甜，就是男生的声音很清澈、很甜、很单纯的声音，不是讲话，是唱歌的时候，然后就是很没有杂质，然后我觉得那样子超级超级好听的。就基本上我喜欢的人基本上都是因为演技或者是歌唱力，很少是因为舞蹈力。然后对他 rap 的时候也很温柔，而且他本身在团体里也是一个比较开心果的担当，就是会讲一些很好笑的话，吐槽艺。然后他小时候很中二，就是他以前留过一颗我蛮喜欢但是大家现在觉得很丑的头，就是以前的元素风会很喜欢一些奇怪的剪裁，奇怪的黑发剪裁。哎，突然有人要来加我的宠物岛。就是他的造型是一个黑色斜长刘海，然后头发有一点点长到脖子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他当时出道很坚持一定要这个造型，他就在采访上面讲说，虽然现在回去觉得很丑，可是我当时之所以会留那个造型，是因为我很喜欢佐助，我想要变得跟佐助一样。我那时候就觉得这个人实在是太中二了，推，就是很中二，然后很温柔的点要怎么形容啊？反正他就是一个很温柔的人。但我跟你们说，就是我觉得最喜欢的人有的时候很难有什么太大的原因，不行，有啦，一定有原因啊，只是我现在想不出来而已，就是。我上一次台控他们在台湾第二次演唱会的时候，我也在现场。然后在我一看，虽然我一坐进去会场，音乐一放我就已经哭了，对，所有人都还没有出现在台上我就已经哭了。但是当有冈大贵一开口，声音一出来，稳到像 CD 一样的那种状况，就是他的声音太稳了，稳到像 CD player 一样稳。然后他声音一出来，然后我左边是姐姐们，右边是我朋友，我们是一起去看，然后我就，然后我就在我旁边大哭，然后眼泪就喷的这样子。然后我旁边的金鱼就跟我说：“你太夸张了，怎么了？”我就，怎么会有人唱歌这么好听？然后我整张脸就已经讲得非常的恐怖，对，但就是我只是听到他的声音，我就啪，对，所以就是怎么说呢？我很确定别人在优秀，但我好像没办法，我就是最喜欢他，大概是这种感觉吧。然后还有什么嘞？对啊，我要去抽票啊！
不对，我下次素颜去看吧。哎，但没有，我跟你说，虽然我不是认知厨，但是他有跟我挥手哦，因为我摇扇子的方式跟其他迷妹不太一样，就是我现在手上啊没有扇子。好吧，就举好了。就是大家正常就是会这样嘛，就是举着扇子，就是他们过来的时候会举着扇子摇嘛，这样子，啊，就是举着扇子啊，哎，挥手啊。我不是，我长这样。我长这样，然后他就指着我，尴尬的笑了一下，对。但是因为他那个脸太尴尬了，感觉就看得出来他很尴尬，所以对不起，我想应该是在指我。哎，但没关系，我觉得这是粉丝都要学的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犯傻都是你的，对，好好面面，我会怕你们这样学，再期待的都笑出来。我蛮怕你们这样学的，这样怎么办？到时候下面都会有一群坏掉的娃娃，到时候会有一群坏掉的娃娃。当你觉得是在指你，就是在指你，好不好？就是在指你，不要怀疑。我不要，大家先不要这样，大家先不要学，好不好？扇子会直接飞出来。这不是假象，这是真的。会怕？你看，有刚大哥那一脸尴尬。没有，但是因为我成就已经过了，我的成就已经解锁完了，所以我想我下次不会再这样做了，我会很收敛，真的。我看一下哦，我试图要跟哦，好吧。可恶。本来想跟人家交换的，结果他说，他那一池他应该还会继续抽。哎，我又集到一个200了，不然我再来跟你们一起抽一次好了。请指定蔡阿芬。
该要紫金菜了吧？没有契丹可以买，我应该要麻烦你们。而且我觉得全身，你们指定都是全身照对不对？指定的是全身照吗？全身照很可爱，我觉得全身照很可爱哦，特别可爱的那种哦，可爱到没有拿到会，其实也没有到那种程度，但就蛮可爱的。谢谢黑流星，没有，我没有指定，是姐姐已经挑完了，我没有指定耶，就可爱而已，就蛮可爱的。请老板，我很少去公司指定要出什么照片，我好像还没有这样做过，这还是我人生第一次要毛片来修图，一直都不缺指定款。啊，你哪张不可爱？那你觉得我哪张不可爱？但是我的半身，我自己觉得蛮好看的。是比较顽皮的那种，比较不正常。大头啦，我的大头是不正常的那种。然后那个半身款就是地狱少女系列，地狱少女哦，地狱少女的实体照哦，有没有很心动？我的朋友们现在在清水寺，好好，我也想去，不过至少也可以去帮忙拍照啊。今天开到几点？因为我晚开了一个小时，但我好像是差不多要关了啦，5:30前吧。请他们不要跳，很难挂，很难挂什么？我做的蛋糕已经被我自己吃完了。清水寺的传说虽然很难挂，但请他们不要跳。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清水寺的传说有什么，不可以在这里跳吗？还是不可以在清水寺干嘛？还是在清水寺的情侣会分手？现在到处都有那种情侣到哪里会分手的传说。BC 面好抢手 ，A 面呢 ？A 面就不抢手。对，今天是柯南主题曲。234个人从清水舞台掉下去，等一下，这个算是挂了很少人吗？很难挂，34个人哎，234/34，很难挂吗？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不小心的还是意外吗？这个人数看起来是意外。15%算少。好，如果可以的话，希望大家尽量降到0%。柯南可以教你200种杀人方法，可以不要用这种吗？10成以上几乎是7成，哇，那真的很好了。但是重伤的应该还是不少吧？可是为什么啊？他们是自愿的还是意外的？有新闻吗？恭喜张俊伟伟伟升级到了青铜3，我现在是帮大家浇水了。浇水中，刚有人问说，现在只有我还没公布了吗？雨晴不是还没公布吗？对吧？雨晴还没公布吧？公布了，大家都背叛我，大家都背叛我，
徒留这个神秘感吗？为什么呀？只有我吗？不是啊，有一点神秘感明明就比较好玩，为什么大家要这样？没关系啊，知道了就会知道了哦。
男的包场，我不能去。废话。嗯，我想去啊。名侦探柯南的包场在一起生毕业演唱，不是一起生演唱会当天，在一起生演唱会当天，请问我可以请？在柯南那边请假，在柯南那边请假。有特点哦，还是我付钱请我朋友去看？我付钱请我朋友去看，然后他带特点回来给我。这次的特点是日本版的 DM， 然后日本版宣传 DM 加日本版的报纸，再加上可以花钱买场刊。为什么会有场刊啊？日本场刊欸，好酷哦！菜品上有，好了，没关系，我开玩笑的。我纯粹就是该个两下。台版场刊我也是有的，好吧？台版场刊，但是我觉得这很微妙，就是我一直在想台版到底拿到的图片的那个到底有多少，就是他们拿到的图怎么会少的这么可怜？海报也一直疯狂的在用这个 DM 的图，海报有两周都用这个图，只是有情酒跟没情酒，然后。那个 IMAX 版本跟 4DX 版本甚至是丑到一个歪掉，用 IMAX 跟 4DX 当主体的海报谁要，然后啊，就是丑到一塌糊涂，就是那个电影版的海报我就是有点莫名其妙。哒啦，安德烈卡麦尔到底谁会为了那个海报去看，除了 Atmos 版本以外都丑到我无法入眼，真的发得完吗？没有， Atmos 的很好看，好不好？ Atmos 的是日版海报，欸，是日版海报，欸，欸，等一下，我去看的是最好看的海报版。那我只能说高高你真的蛮喜欢柯南这个作品。丑，没有要留任何情面，丑，真丑。台湾没有场刊啊，台湾就是没有习惯做场刊这种东西啊。好了，我差不多去上个厕所，回来念个榜好了。有没有什么？柯南的歌。好了，我们用继续用这个。那我要去尿尿。嗯，有谁可以来帮我带班？是不是只有朱迪？但朱迪好像，好像站不起来。
要怎么样吧，玩偶绑在高的地方。太好嘛，看起来很好啊，很棒吧。 Thank you 啊，他说我 so beautiful 呢。尼克来救人了，我挟持了兔警官。现在要找尼克还是柯南？现在，哎，这个应该不用找柯南吧？柯南只是来找凶手，这不明显凶手是谁吗？现行犯了呢，这个应该要找的是笑笑。辛苦啊，礼拜日见啦！我要先道个歉，虽然还没有犯什么错，但是怕那天太嘴欠会被骂，所以先倒起来放着，以备不时之需。等下哪一天啊？礼拜日吗？礼拜日有什么很适合嘴欠的部分吗？没有呛到我的话，我应该不会太在意。谢谢天宇。礼拜日签名会哦，那确实有可能，确实有可能。好的，今天的第八名，今天的第八名是直播辛苦啦。原本这个月打算节衣缩食，至少要存一点点钱钱买七单跟演唱会的时候，七单没订到，演唱会没买到，这就是命运。唯一的好消息是这个月加薪啦，暑假也要来了，机票也跟着降价了，已经降到最低2400多
2500了，怕爆！我跟你说，那代表七月你不用缩一节食了，你可以全部拿来买七月生写真啊！谢谢小易。所以天宇的意思是他会来追我吗？可以啊，但他可能会被我追回去。没问题。欸，但我发现我有一个缺点，就是我好像很难现场追人，我好像没有那个现场追人的回话功能，就是我好像不会现场追人，感觉我好像没有成功过。对啊，我会害羞，有吗？刚刚那个施压跟嘴人不一样，施压跟嘴人不一样，真的不一样。你的那个气场要够低，我才有办法把你骂下去。我还会超害羞哦 ，super shy。哎，都没有人看懂我在写什么。有人跟我讲说没有啊，你看起来跳得很自在，没有很害羞啊。我想说不是那个意思啊，是 super shy， super。天宇做了什么需要进来柜子吗？他最近有怎么样吗？其实基本上天宇好像也没有犯什么大错啊，好像也没有什么值得很，哎，你有什么值得被准的事情吗？没有啊。哦，他想要被准，好像有，真的假的？真的有，大家跟我爆料一下。是啊，不行，真的不能这样。我跟你说，很多一开始粉丝就是吵着要进来跟我吵架的，或者是喜欢被呛的某些人，他们之后都会不见哦。千万不要想着跟我吵架，之前想要跟我吵架的人都不见了。那个很享受被我念的人，哎，他有没有享受我不知道，但也不见了。希望天宇可以撑住哦。究竟是你比较强，还是我比较强呢？你朋友也算在内，还有一个不是你朋友。来呐，你们说啊，来呐，你坐啊，这边请。好了，继续念吧。你朋友啊，笑笑哪一个朋友？今天的第八名是小易，今天的第七名，716我到了，菲菲伟伟，我们7月16号见。7月16号见。好，糟糕了，好好说，终于下班了，可以好好看面直播了。那个就是，虽然很不好意思，可是我好像要下播了。今天的谢谢，好好的浪漫旋转木马，我们一次贪图。哦，我才刚来耶，那面也要下班了。今天的第六名，直播辛苦啦！今天在太阳下做事做了一整天，没空看直播。上个礼聊表我心意，那聊表心意，我的奈奈你加油，我继续努力。好的，你继续努力，我也继续努力。但是这个天气在太阳下工作有点辛苦，就是。要记得多补充水分，然后回家。通常晒很久的太阳，男生会做什么？女生可能会敷那个芦荟啊，然后凉凉洗个凉爽的澡之类的，就是还
有喝一些含盐分的水。还有什么？中暑的步骤有哪些？洗冷水，等它脱皮。在做事之前先洗冷水澡，哦，不对，在做事之前先擦防晒啦，傻眼。在做事之前就先脱皮。喝啤酒，不仅喝啤酒会胖哦，多喝水，多喝水，没事，多喝水。谢谢黑流星，多喝水，多喝水，多喝水，没事，多喝水。中暑就喝水电解质，电解质腋下脖子冰敷，多喝水，多喝水。今天的第五名，再等几个月，再等几个月，真的是再等几个月哦。目前还等三个月，但是玉安的也头贴真的太丑了吧？什么东西啊？那是水滴鱼吗？今天的第五名，谢谢水滴鱼。有点太丑，真的很丑哎！我怎么会有那种奇怪的表情？我不是地狱少女吗？地狱少女应该通常都蛮好看的吧？好的，谢谢大家今天的第，今天的第四名，期待7月16号的六文章。浅尝了一年的酱油，终于又到现场看第一次面面了。话说这个第一次有点不熟悉，想问有人可以带带我吗？我怕路痴会迷路，拜托私讯我的 IG 1105@劝底。话说我也不知道为啥我的性别是女生，没印象了，但是我是男生的啦。哎，有新粉，有新粉。老司机带太太，不对，老酱油带太太。有没有那个？有没有那个是一？其实是一，然后非常乐于助人、社牛的，然后不会吓到社恐的那一种，有吗？这里真的是交友留言板，但是怎么回事？是男生，不是女生的话，小安是不会动的哦。你应该要 Harry， 你应该要假装你是女生的，你要到见到面的那刹那。完了完了完了。没事，我跟你说，假设我们这边真的大家都很社恐，如果真的没有人去找你的话，就是那一天基本上我们就在花博，然后进来之后尽量早一点点到，就是我们 TP 的粉丝都蛮执着的，就是他们会为了想要抢到比较好的看舞台的位置，所以就会蛮早进场，然后再加上因为电玩展早上排队人潮应该蛮多的，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早一点点，就是尽量能早一点起床就早点到，然后对，应该会先排队进场，然后排队进场的话你应该会看到一些充满奇装异服、穿着这种圣诞 T 的人出现，手上有扇子，有人头的扇子，然后跟一些看起来就知道是圣诞 T， 上面会写后面会写生日啊，然后之类的。努力从台南走一点，上去是真的很远。你会看到一些看起来很社牛，然后带着相机，看起来很社牛的人。会有一些奇装异服的圣诞 T 的人，然后哎，但因为这一件是林于星的，对，哎，15号林于星不在，对吧？15号人比较少，15号林于星不在，哎，哦哦，不能认这一件了，这件没有，这件16号才有，那个，哎啊，他是去16号，对吧？对 ，Harry 是去16号，那16号可以认这件，16号可以认这件。然后这个我的话，我的衣服是黑色的，然后不知道你会不会看日文，正面的话会有四个文字，然后看起来
很像一个叉叉，然后一个斜的叉叉，一个叉叉，一个斜的叉叉，这样你可以找一个就是黑黑的，然后中间有一条叉叉叉的人。嗯，对。哎，请问大家会怎么推荐新粉丝打入你们？我其实也蛮好奇的，而且 Harry 感觉是真的比较安静的人，毕竟他入坑到现在还没有讲什么话过。绿绿的也可以，绿绿的也可以，叙述方式也是很前卫的啦。十六号低调混进去，阿轩感觉就会超高调。没印象有发言，有他有出现过。这孔仔无法回答啊，怎么办？你不要太害怕，首先你先放轻松，看我们的表演就对了。但是直播多说话，基本上他就是很社牛才会做的事情，你们知道吗？抱小安大腿，小安人很好，但是十六号人不在。这是什么动物？这个是小狗狗装小兔子。周日其实我也蛮紧张，为什么？哎，那当天就是你要负责担纲这个职位啊，高高这么高，大家可以看，可以找高高的位置集合。宝贝后面是兔子先生，他超可怕，他用他暗淡无光的眼神在看你。周日也是第一次看你们，哎，好多人周日都来哦，可是怎么听起来周六来的人好少。哥哥小安旁边有老没有啊，小老板有时候会故意无视小安的。可以不要签名画画就好吗？签本名害羞的是，哎呦没有办法。终于来了这个签本名的时候，五年来头一遭。其实我觉得可以签昵称，但是因为我不知道昵称可能怕贩卖吧。本名好刺激，一个一个都要暴露了各位。对，我周六感觉人真的比较少，本名加昵称我们会签到断掉吧，我们会签到手断掉。昵称很难买，不过啊，你看，来 ，Mina， 我签 Mina 好了，你自己去宠物岛上找 Mina， 超多的，他可以卖给这些 Mina。哦，你本名很多话，那我会准备。哎，会不会有了你们本名过来，然后我不会写的、啊？是不是也有这个可能？是不是有点智障？就是如果写不出来的话，有点那个智商一览无遗。考试加油！啊，好。哎，我蛮想签到鲑鱼。不会写可以照抄哦，会让你们先写是吗？营运寄给我的信就有写错了，那我也是有可能写错哦。但你的字很难写错，哎，哪一个字啊？伪字写错是吗？强制帮粉丝改名，写错要写三遍。那我可以照抄。本名叫志明，那有没有人可以叫春娇？有没有春娇要来一下？是不是现在应该去事务所换鲑鱼吗？哈，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的？本名不就是熊熊吗？就是熊熊啊。就是想说熊这个字很难写错啊。哎，对啊，我怎么会知道？我不知道啊。哎，好了，今天的刚刚应该到第几名了？第四名吗？第四名是 Harry， 希望 Harry
很开心的看我们的表演。今天的第三名，再给我五分钟，找一下梦境，直播辛苦了。如果是在这个时间开台的话，我就只能放声，我被放声了耶，还是可以偷偷的听啦。这次就没有手滑了，有抢到签名海报呢。那我就下次电玩展见啦，希望不要被晒昏头了，一直都是爱着你的哦。哎，像傅伟这种就没有问题耶。傅伟哥的本名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好像毋庸置疑，还好蛮好写的，是不是蛮好写的呀？谢谢傅伟哥，后悔。对，一定是不知道的吧？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基本上就是空气之类的吧。今天的第二名，傅伟吧？哇，那个傅有点麻烦。今天的第二名，哈哈 ，Lively Island 居然通灵到了，好开心，超级不正常的啦，怎么通灵到的？还是有稍微懂你的吧？那是什么样的状况下突然想要查这个名字呢？老板星期六见，这次没办法，太努力了，真的是很忙很忙很忙，身体也很好看很好看，就算去地狱也要记得带我去哦，出去玩再分享照片给你啊，你不要嫌烦哦，我出去玩分享照片给你们，你们也没嫌烦吧？那肯定是可以的呀。今天的第二名，谢谢我们的通灵王。已经到夸张的程度了，哎，他甚至打破了这个游戏的几率。他怎么？我原本想说你们有没有机会那种走一走、走一走，然后遇到我之类的，结果居然是还是用查出来的，是真的很厉害。对，科技报案派，他那个真的是，你感觉有被，感觉有被怎么样？你一定有一点什么样的天分，说不定你很适合去办案，你跟柯南一样有那个体质。今天的第一名，今天的第一名，原本直播辛苦啦，16号我到啦，21到23我也到了，29到30我也到了，每个礼拜都可以见到面，太棒了吧，念念我爱你。21到23号都到了，你要看市场，你市场都到吗？好好，市场都到，然后演唱会两场都到，然后电玩展一场，哇！你们的七月真的好丰盛啊，害我都不能出去玩了。好吧，我们现在也非常如火如荼，非常充实的在准备这个你们的15、16、21、22、23、29、30，要全餐才能换拍的，我会加油的。希望七月我超忙，你们超开心。对，我也不能去看房产的柯南。谢谢大家，我们好，希望有面面的拍，我拍了很多很长得很奇怪的拍的，希望你们如果运气很好抽到的话会很开心。好了，今天的第一名是浩浩，嗨嗨，希望浩浩可以顺利抽到蔡面面的拍一个。但是就林杰，哎，林杰西那张拍立得已经发出去过了吗？就是林杰西拍我的那一张，长怎样啊？我已经忘了。嗯，怎么样？嗯，我什么脸？是一个很惊恐的脸。嗯，我长怎样啊？反正就是那一张照片就对了。星星照，感觉也不是这样。好吧，希望大家可以非常有幸的抽到那张照片。噠噠，好啦，我要睡了，所以现在应该来播点什么歌曲呢？
今天已经名侦探一整集了呀。等下结束的照片有什么？不是不是结束的照片，才结束的音乐。嗯，好吧，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咒术回战》了。但我只现在只有第一集而已，所以《咒术回战》的歌是什么？晚安曲。第二季，第二季，第二季主题曲。Where our blue is。美人鱼奇如何一直在播，刚刚已经美人鱼奇了差不多快要20分钟。好啦，那就拜。我珍珠美人鱼超久的哟。欸，我有看到你在名古屋代购。欸，名古屋有什么好代购的吗？大家拜拜，不能再花钱了，我就看看而已。真的，麦当劳鸡块造型的俄罗斯方块鸡耶，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会卖这个？拜拜，再拜拜，拜拜，我都看看而已哦，真的看看而已，看看，拜拜 ，see you。不充钱真的吗？不充钱，不花钱，真的不花钱。谢谢大饼，要下播了，真的要下播了，好，抢个红包，飞飞，谢谢。